细汉，你大汉来算啊，大汉来算。那去到遐，因的成本大概啦，大概然后咱的代表差不多千二块啦。啊，代表诶、欸，代表千二，一点哦，再然后只啊两百十块左右成本啊，等于大粒的这个对，一点然后两百，所以你遐的卖价是较贵。啊，较贵，你大粒一点才220块一点哦，所以你遐一定爱卖到了500，所以现在咱个也无消费。会别个国家去，就是有这个原因，因为你到遐了挂运输、挂关税，啊，起来了成本高，所以你若要消费较低国家内底，可能因的接受度会较弱。当然嘛，希望讲会当促销于另外别个国家去，但是国家安尼加拓展我的销路管道，毕竟会更加好。但是说山啊，放的期间袂讲介久，啊，伊若到处去，啊，无消费，啊，而且安尼了，效果就减半。所以时间上咧，所以消防日本是咱唯一进步一个选择。啊，未来假使若同路要拍到几内底，爱搁来努力吼。啊，即个包括咧，他昨下有讲过，咱迄、那个包括山地原住民、平地原住民，啊，那蔡一枝还有胡妈舅，因拢会做伙去，做伙去。啊，那所以啊，感谢农业局咧也特别派着伊个专员咧。专员，你有要甲大家讲一下报告一下代志，啊，我们就那个专员。咱不一定。